然后另一位是啊，隔壁的这个年轻有为又英俊潇洒的何志光先生啊。你好，各位大家好。我们先给他们来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我们一起热烈掌声，不给我一个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分上下场，所以呢，上场呢就是由我们的何志光先生为我们主持，下一半下半场呢是卡拉 OK time 的时候是由我主持。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何志光先生为我们主持上半场的节目，掌声欢迎啊。谢谢莹姐，好，谢谢莹老师。好，各位，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晚上由我们的雪龙百灵艺术学会的所主办的这个筹募基金晚宴。那么首先呢，让我简单介绍我们几位的哈，和我们一起出席的这个主要的人物。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会长罗兆堂先生。他在哪？对，他炒股是更高了，就是筹委，今天晚上也筹委主席之一。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顾问严廷光先生，感谢你的出席。还有我们的署理会长，也是我们的团长饶继文先生，他到时候去再招待哈。好，各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我发觉今天能够出席今天晚宴的呢，都是非常热爱支持百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身边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是大好日子，所有酒楼呢都在宴席，都有在请喝喜酒的之类的。但你们选择来到今天，首先给大家一个很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谢谢大家。好，话我不多说，我们正式今天晚宴。首先呢，我要借助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的会长，也是筹委主席罗兆堂先生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有请。大家晚上好，各位女士，各位在座的嘉宾、音乐同仁、团友们，大家晚上好。今晚呢，我们在这里隆重的举行成立42周年庆典。此刻，我和大家的心情都一样，感到由衷的喜悦。我作为一个会长，还有负责人，谢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和高兴，今晚的宴会可以说有你们的支持，宴会才能成功主办，谢谢你们，感恩。协会之所以能够走得这么远呢，是离不开各界的理事和成员的努力，我们每一个会员所付出的努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百灵艺术协会走得更远更壮大，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也对音乐的乐龄人士呢有精神寄托。然而大家肯定的付出一定有回报，今晚得到三星人士的慷慨解囊，谢谢你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百灵有了这笔基金呢，我们希望主办更多更多有利会员的活动，也会社会多点贡献。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加入我们百灵艺术协会，因为它是一个民间的艺术团体，不受任何的约束。好， OK， 最后呢，感谢大家的出席，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好享受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晚宴，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今晚的大会主席，我们罗兆堂先生为我们简单的几句话。那么各位，我相信大家知道，办个社团、办个协会真的不容易，没有先贤们的一步一脚印呢，所有的社团都不能够完善去成立跟举办的任何的活动的。那么今天晚上呢，邱伟主席也是大会主席，也是我们的会长呢，劳苦功高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晚宴。好，再次给他热烈掌声，好不好？好，各位，大家都说了，今天晚上是一个筹募的一个基金晚宴，当然所有的人呢都出钱的、出力的，才能够举办今天的晚宴。各位，刚才从小谢子中呢，大家看到有好多的已经参展人物呢，已经捐献了一些款项。那么手上我还有一个名单呢，就是他们，也不是说因为还没发到名字，就是刚刚可能在今天早上或者今天下午要加的。好，其实我们现在还接受各位的款项的哈，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秘书处或跟百音的任何一位团员们呢，都他们接洽下，我们还接受任何的款项。这边呢，我有几个名字还在手册纸里面的哈。那么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林地珠素生父哈，他捐献50令吉，可以掌声吗？好，还有呢，就是刘宝凤50令吉。还有我们的吕珠英也是100令吉，还有我们那店苏梅英呢200令吉，刘美兰100令吉，黄国雄100令吉，还有我们那都林雅才300令吉。感谢以下的几位哈，除了我们小册子里面有名字的这些还有名字，如果现场还有人要需要有意愿要捐献款项的呢，我们还陆陆续续接受的。好，各位，接下来呢是我们一个简单但不是隆重的这个一个仪式，就是我们的开幕仪式。各位，当我念到您的名字的时候，或者你公司的保号的时候呢，请移步到台上来哈。好，排名部分先后，我们先有请 Spare SPARE。接下来是我们的新人老师洪日荣老师，请到台前来哈。还有我们的黄凤锦，来见到名字的请移步到台前来哈。我们一个简单的不是隆重的这个仪式要进行。还有霍宝珠，还有我们的洪德福。各位，我们相信大家还没有力气吃东西，所以还有点不肯给掌声，是不是啊？可以的话给个掌声好吧，因为他们我们今天晚宴才能够正式举行的。秦英霸、燕世琴、陈德辉、曾霸中、潘玉华，然后邱英权代表，由我们邓小新代表哈。好，我们的团长饶继文，我们的顾问的儿子，严富的儿子就是严俊耀，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大会主席，我们的会长也大会主席，也是今晚球的主席罗兆堂，一起到台前来。在台上的贵宾们请留意哈，还有台下的来宾们呢，也可以帮我一个忙嘛，只一个忙，好简单的。今天我们大家知道今天的主题爱我百灵，这句话会难念吗？相信不会吧哈。爱我百灵，生日快乐，我们就用这个8个字，然后我们一起喊，然后台上的贵宾们呢就台上摇那个花，在那树花，可不可以呀、啊、各位来宾？好吧，我们数1、2、3，就说爱我百灵生日快乐，就简单8个字而已，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1、2、3，爱我百灵生日快乐，来各位摇花。对了，好，这象征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
水龙榜艺术聚会成立40周年的晚宴正式开始，来，掌声再次给所有台上的贵宾，感谢他们的捐助哈，感谢他们的协助。吓得我这还有彩炮哈。